参加国粹典礼，董事长由我来说这。哦，如果那甲你打斗一番，我若输，三口告诉你你这也是可以。但是你赢，如果你若输，请你打头滚。我是你。仙道是先进美妙的所在，如果你若输掉，我要你立言，要在后来仙道开阔，你才可再招取七个仙，交给百姓，后来仙道使用。交给七位神仙，请老君不老搞那后来仙道里去，可以带动动吗？不可，都比你。要拿老君召集不先，会用的，我帮你找好势。但这不先，大家就爱有头有面的人啊。脚手这紧，不先要召集，你去找好势，你发出来，打出来呀！啊，老君啊，你会来算头一个呀、啊？我算头一个，对。也得请老君你，我讲那西方仪器。并且西方如来、南海观音、五台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地藏王菩萨，结果再麻烦老菩提，我讲那小佛轮，要先来要你先庙，一安你行，到这八仙，一这我讲五台仙到你。这位甲你无敌的，而且光道转来，如果你若真正爱这三教教主的地位，你就爱听我的。你若是输者，后来先到所在开垦，交给百姓，也